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在上期节目中啊，我们在日本举办的大三国志展中了解到，三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非常深远。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在大三国志展中感受三国文化的魅力。大三国志展在东京富士美术馆展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展览随后在东京、北海道、神户、名古屋等进行巡回展出。从2008年5月到2009年3月，近一年的巡展不仅把中国传统的三国文化带到了日本，也把中日两国对于三国文化不同的解读一同呈现给世人。三顾茅庐是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故事讲的是刘备听说诸葛亮很有才时，便去拜访请求他辅佐自己。刘备三次前往，最终用诚意打动诸葛亮出山。从此三顾茅庐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常用来比喻真心诚意拜访并邀请有专长的贤人。就是这种求贤若渴的诚挚情感，也使得三顾茅庐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题材。在大三国志展中就有很多三顾茅庐。这件明代青花冠上描绘的也是三顾茅庐的故事，还有这件清朝光绪年间的粉彩瓷瓶上描绘的同样也是三顾茅庐。这件小巧的鼻烟壶，方寸大小的瓶身上竟然把三顾茅庐的故事描绘得生动写实。无论是水墨画卷还是瓷器彩绘，历朝历代对于贤才的渴望都寄托在这个经典的故事中了。这幅名为《草庐三顾图》的画作是收藏在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的作品，画面人物形象写实，能够在画中感受到诸葛亮隐士般儒雅的气质，以及关羽、张飞武将的神勇。这幅《风雪三顾图》原本是装裱在门框上的装饰画，由于日本传统的住宅隔间常常用木格糊纸做成拉门，很多贵族家庭便请著名画师作画装裱在门上。《风雪三顾图》就是这种传统的装饰画，整幅画用八幅画面拼接而成，用苍茫的意境表现三顾茅庐的故事。茫茫雪景，三人骑马行进在冰天雪地中，诸葛亮的草庐在路的尽头，充满了写意色彩。把三顾茅庐的故事用于室内装饰，也足以看出日本传统文化中对于三国文化的喜爱。刀光剑影画枭雄，风云往事成美谈。国宝档案和您一同走进三国展。三国时期流传后世的故事中，许多都与战争有关，在大三国志展中就有不少文物是对于三国演义中战争的描绘。这件木雕作品描绘的是著名的长坂坡之战，三国演义关于长坂坡之战有详细的描述。东汉建安13年秋，曹操率50万大军南征，刘备在当阳长坂坡一带被曹军包围。
刘备部将赵云单枪匹马七次杀进重围，救出刘备的夫人和幼子。赵云单骑救主的故事也成为千古美谈。木雕中赵云在战马上所向披靡，而远处观战的曹操不由得脸上露出赞赏之情，人物细节刻画得非常生动。这件瓷壁挂上描绘的也是长坂坡之战，虽后有追兵，前有堵截，但战马上的赵云依然身手矫健，如入无人之境，观战的曹操自然也是啧啧称奇。绚丽的粉彩犹如装饰华丽的舞台，使得这一经典故事变得直观生动。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中最著名的战事之一，也正是这一战使得当时中国的版图三分天下，形成魏蜀吴三国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件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木版年画《铜雀台》描绘的就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夕操练将士的场景，画面色彩丰富，体现了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套色技艺的纯熟，画中的人物形象以戏剧脸谱形式出现。这件光绪年间的瓷盘上青花纹饰绘制的情景，就是著名的草船借箭的故事。在三国演义的故事里，为了抵御曹操的进攻，孙权刘备联盟应对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就发生在赤壁之战前夕。江面上孙刘联军全副武装的战船正从容迎候曹操军队射来的箭，简单的纹饰把草船借箭的故事体现得生动自然。这幅赤壁图是收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画作，雾气缠绕着朦胧的月色，远山依稀可辨，一艘出师的战船行驶在江面上，虽然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但是这宁静的夜色衬托出战争爆发前大军压境的气氛。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虽然充斥着战争，但这一时期各民族融合为新的隋唐时期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三国时期的中国也逐渐打开国门，与邻国开始了交往。古代日本的倭女王卑弥呼曾与曹魏通使，正式开启了古代中日两国正式交往的大门。三国文化从此开始影响着后世中国，也影响着世界。这些藏品在日本是看不到的，非常的珍贵。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羽的铜像，还有关羽大幅的挂，特别的好看，很多日本观众都很喜欢。在大三国志战中还有许多是三国时期真实的考古发现，他们见证了那段历史上真实的三国，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中为您陆续介绍。这些三国时期的文物与后世文物里的三国故事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三国文化。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历史演义小说。那么，三国的故事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文学塑造？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哪些与三国有关的文物呢？